的百姓，让我们来敬拜，来荣耀神。哈利路亚。我全心敬拜你，我主。我全心敬拜你，耶稣。我愿能看见生灵运行，奇妙恩赐因你爱降临。我全心敬拜你，我主。我全心敬拜你，耶稣。我愿感受你荣耀同在，毫无保留的爱。求主圣灵大能降临，改变我，我愿全心。敬拜你，我主。我全心敬拜你，耶稣。我愿能看见生灵运行，奇妙恩赐因你爱降临。我全心敬拜你。全心敬拜你，耶稣。我愿感受你荣耀同在，毫无保留的爱。求主圣灵大能降临，改变我，我愿全心。我全心渴慕你大能运行，主我高举双手全心呼求你，我全心渴慕你大能运行，主我高举双手全心呼求你，我全心
主圣灵，求你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力不足，我们很多的软弱，但是神在你的恩典里，主啊，依靠仰望你，我们就有大能大力。是的，主，当你的儿女们再次全心依靠你、仰望你的时候，你再次向着你的儿女们敞开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主要我们每一天带着信心开始这一天的生活。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上帝面前，我们带着信心过这一天的生活，不再凭着眼见，不再凭着眼睛所看见、所感觉的来行事为人，而是在信心中间来成就大事，在信心中间过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仰望主，就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是一个有信心的一天。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带着信心走今天的上午、下午、晚上每一个时分，相信上帝的恩惠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同声开口，为着我们有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圣灵再次在你在神的面前，主孩子仰念主，孩子要从我们去你的力量，主啊，带着神你给孩子的信心，主啊，这个信心不是我的，是神你放在我里面，让我仰脸仰望你的荣美，仰望你为我信心成就成就，主啊，仰望神啊，你为我开始前面的道路，主我仰望你，主啊，谢谢。耶稣基督，把主他这今日的每一步道路，主啊，都恭敬，主啊，都能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能让他享受在这世代当中，主啊，每一步路充满着这么高明能力，每一步路都踏实，每一步路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他的力量在你身上，谢谢你，谢谢你，因为太多的美，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仍然一起来祷告。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仍然把我们的国家社会要交在主人面前。为什么天天这样子守望？因为太重要了。我们就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活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时候，就是要为主做光做眼。我们能做的，除了有好行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翻转，借着祷告来推动，借着祷告来仰望。我们在神面前仰望主，仍然把国家社会的安定交给上帝，把国家社会的繁荣交给上帝，更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被全面的福音化，我们交给上帝，让福音仍然是大而有力的充满在国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一起为了国家社会，我们宣告上帝的福音来掌权，耶稣亲自来掌权，耶稣基督亲自成为国家社会的主。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他们为国家祷告，主啊，是在祖国祷告，主啊，在台湾我们相信神，主啊，你在我们这个国家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是我们相信主你的儿女们的祷告，主你必垂听，主啊，是我们国家前面看见神纵然有很多崎岖的道路，可是我们相信神啊，你的恩手必扶持我们走过每一步路，每一个艰辛坎坷，我们都相信我们都依靠你，主啊，是我们祷告，主啊，是再次看见你的恩手扶持恩手带领，主啊，台湾，主啊，让这个政权平顺，主啊，让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蒙上你的眷顾，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所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国家社会祷告，就没有忘记为着我们的媒体来祝福祷告，让我们的媒体在上帝的恩典中间，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媒体常常是主导很多事情的开始和起源。求上帝把真实的恩典充满在媒体的当中，谎言离开他们，夸大的言辞离开他们，扭曲真相的话语离开他们，所有一切的渲染，所有一切的夸大，一些血腥的事情，我们在上帝面求上帝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媒体，求主恩待，求主亲自来掌管，求主亲自来引领，求上帝帮助我们清洁整个媒体的运作的里面，所有一切对事情的报道，对事情的话语真相，在我们中间正面积极，在我们的里面那些喜乐乐观的消息要常常被我们听见。我们仰望主，把媒体交在主人面前。这时候既然为了国家社会祷告，我们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要为当地的媒体求上帝开恩，求上帝怜悯，
求上帝亲自来管理。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为主啊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来祷告。主啊是的，在媒体的运作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所看见的其实常常是被操控的。主啊，你帮助孩子们，主啊，真的为媒体祷告的时候，主啊，让媒体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应当用主啊散播正面消息、正面的力量，在这个社会当中，主啊，让他们的所报道出来的没有偏颇，没有人能垄断，主啊，让神的公义彰显，主啊，让整个世界，主啊，在因着媒体的公平、公正、公义，主啊，他们能够，哦，主啊，让世人看见这个时代美好的事物。谢谢耶稣基督，主啊，真相众人是我们要的，求你保守的教程，主啊，他们心灵，他们心怀意念。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为国家社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忘记为了国家社会的教育来祷告，从儿童，从幼年一直到青少年到青年，所有的教育在上帝的恩典中间，求神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育的体系、教育的系统是清洁的，是合乎真理的，所教导出来的内容、所教导出来的方向是神的价值观，是从上帝来的价值观，是合乎上帝创造人类的价值观。我们祷告主，求上帝把清洁的教育理念、价值内容给我们的国家社会，求上帝把健康、合乎真理的教育的内容给国家社会。我们祷告主，为着所有的老师来祝福祷告，让他们心中的良知被唤醒，他们心中的教育的热情被唤醒，为着所有掌管教育内容的人，他们心中的勇气被唤醒，他们心中的信心被唤起，他们要真知道要给国家未来和下一代要喂养他们什么，教育什么才是真的合乎上帝的恩典的，才是合乎健康人性发展的，还是合乎健康人身心灵发展的。我们向神祷告，求上帝赐下怜悯，在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和社会的里面，所有的教育系统被上帝来掌管。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真的在教育里面，我们期待看见的不是那些似是而非，或者是一些不合神心的误会上的那些，或者是不合神心的教导。我们乃希望看见的就是一个主啊圣洁，哦主啊让人幼小的心灵得蒙建造的教育。主啊，你也帮助所有的老师们，主啊让每一个老师们，主啊他们在教导对这些从事教育的工作时候，主啊他们不害怕，主啊纵然很多的恐慌、很多的言语，使他们忘记了或退却了，但是神啊，我求你给他们一个勇敢刚强的心，主啊刚强壮胆不惧怕，主啊因为有神你成为他们的后盾，用他们的影响这个时代，主啊让他们所教导出来的小孩子能够延续这样子美好的传承。谢谢耶稣基督，赞美你，赞美你。为国家社会祷告，不能忘记的要为家庭的健康来祷告。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来祝福，无论你所在的地方家庭有多少的数量，我们要祷告上帝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的，黑暗离开我们的家庭当中，父母亲彼此中间那个离婚的状况要在主人面前被管理，要在主人面前被怜悯，要在主人面前被医治。我们祷告主，父母亲夫妻中间的感情，父母亲跟孩子们中间的情感，整个家庭要是健康的，不是扭曲的，不是伤害的，不是破碎的。我们祷告主，虽然末后的世代家庭不断的被黑暗的权势所攻击毁坏，我们仍然不能够停止，不能够放弃的为我们的家庭来守望。求上帝给我们的家庭一个比一个更健康，一个比一个更有见证，每一个都散发出神的荣耀在里面。为家庭祷告，为家庭祷告，为家庭祷告，求上帝的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为我们家庭祷告。主啊，是人还是相信？主啊，当家庭被建造在爱里面，主啊，当家庭能够被保守在上帝的圣洁里面，主啊，当家庭被保守在上帝的恩膏与能力里面，主啊，家庭是美好的，家庭美好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主啊，让每一个小孩在家庭里面。主啊，能够得到应该有的爱和关怀。主啊，让他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有个正确的家庭观念。哦，如何主啊能够建造自己的家庭？如同主啊约书亚一样，我们与我和我家，我们都必须侍奉耶和华。主啊，让
整个家庭被建造在圣灵圣最洁净的在神你的恩典里面，借着圣灵的护光来去眷顾这个家庭的建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耶稣。主，你看见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区，主，你看见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和社会，主啊，无论在哪里，东西南北，主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分布在哪一个区块，主，我们都向你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恩典。主，我们奉的名宣告，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社会是安定的。主，即使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仍然不放弃的向主祷告，求恩典坚固每一个家庭。主，今天一早的开始，我们就为家庭守望，我们就为国家社会守望，我们就愿意站立在破口中间，成为那代祷者。感谢主，让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借着祷告来摇动你的双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告诉右边左边跟你一起祷告的好伙伴，来告诉他说，你要跟他讲说，祷告绝对不要放弃，来告诉他，来祷告绝对不要放弃，阿们。感谢主，巴不得我们一直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何能够跟有信心而蒙召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生活的艺术。如果在你旁边有一个人，他蒙召，这蒙召可能是全职，可能是蒙召做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很有信心在主人面前站立，常常凭着信心过与主同行的生活，但是呢，你好像没有像他怎么样的大的信心，好像你没有他这样的一个 calling， 这样的呼召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可是你却跟他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或同一个团体，同一个团队的里面，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怎么样跟这样相处？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经文很长，我还是愿意读，因为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二十章一到十八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呢，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告给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来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如果你是撒拉，你会对亚伯拉罕有什么想法？一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哈。感谢主，亚伯拉罕是个有信心被呼召的人，撒拉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人。如何跟这样的人哈，又一直说他是我的妹子，然后为了自己生命的缘故这样子怕来怕去哈，然后 就把他的妻子 就这么算了哈，怎么跟这样的人相处哈？我从这段经文中间，以及之前撒拉跟亚伯拉罕相处和之后的经文上下文中间，我就发现有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你要认知那个在口中说有信心和蒙召的人，他也有软弱的光景和行为。第一个，你一定要确认这样的人一定有软弱，一定有软弱，一定有软弱。来告诉右边那个人说：“我也有软弱。”来告诉他：“我也有软弱。”
再跟另外一个人跟他讲说，因为有软弱，所以要来祷告，来告诉他。因为有软弱，所以要来祷告。亚伯拉罕有软弱，很怕生命被杀，很怕性命被取走，所以呢，撒拉就变成他的牺牲品了。啊，主还是拣选他，你看。哎呀，主啊，我们到天上要问上帝，怎么会拣选他呢？像这样子一再的说谎，说了两次，把太太都卖出去了哈。这个他当然很有他的理由了哈，有他的理由。但是呢，做妻子应该很不能接受嘛。可是他就是有信心和蒙召的人，又是我们信心之父，认知他是有软弱的，认知他是有软弱的行为的，认知他不完美。第二，怎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和有信心蒙召的人一同。领受他的启示，承接上帝的应许，领受他领受神的启示，领受他领受的应许，也就是认同他的启示，认同他的应许。当然有一个前提，他跟神的关系要非常百分之百的正确，他跟神的关系一定要亲近，他跟神的关系要个人性的爱的，他非常直接的亲密的关系。阿们，感谢主。第三，和他一起祷告，一起相信他所相信的神。还有信心蒙召的人要跟他一起祷告，不要他祷告你不祷告，或你祷告他不祷告，这都不好。跟他相处，跟这样的人相处，跟他一起祷告，相信他所相信的神。最后一方面，顺服他，如同顺服上帝一样。撒拉就做了这件事情，顺服他的丈夫亚伯拉罕，虽然讲了两次谎话，仍然顺服他，因为他们同敬拜一位真神。顺服他如同顺服神一样的，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跟这样的人相处真不容易啊！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功课，学习一起走有信心蒙召的路。第一，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启示，一起领受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或许孩子们不是一个领受异象使命的人，但是神，我们愿意跟随异象使命。主，我们跟随在这些神你所使用的仆人身上，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祷告。主啊，看见神透过你的仆人，主啊，我们要彰显神你的荣耀。谢谢耶稣基督，让我们接受你的启示。主啊，主啊，能够。为你的摆上，谢谢耶稣，谢谢。是有应许的人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异象领受者，但是神，我们愿意跟随主啊，那些主啊领受从神而来领受异象的人。当我们和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异象里。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降服彼此的接纳。主啊，当我们一起奔跑的时候，我们能看见透过我们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接纳，我们就建造了神你的国度。谢谢耶稣基督，谢谢。阿门。我们祷告上帝，让我们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也是一起在上帝的里面全然相信又真又活的神来拣选呼召人的上帝。我们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去更多的祷告。主啊，用祷告，主啊，成为我们的力量，用祷告成我们往前行的一个唯一的根据跟力量的方法。主啊，你帮助孩子，主啊，愿意用跟我们一起做一项基础的，主啊，我们就一同奔跑祷告出现的一切。谢谢耶稣基督。来，我们的阿爸父，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将这样子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本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是的，主啊，是你呼召了我们，你把各样不同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但主，你要我们学习互相帮助，你要我们学习共同和睦的来敬拜合一的主。是的，三位上帝，愿你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修剪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祷告上帝。做一个顺服的百姓，做一个顺服的百姓，顺服人如同顺服神一样，顺服权柄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坐在主的面前，顺服吧，顺服吧，顺服吧。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孩子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主啊，让孩子不要主啊对你小心。主啊，让孩子看见你的作为。主啊，知道你明明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让我降服在你的身上，降服于你的带领。主啊，谢谢你。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我们顺服在你所给我们的权柄的下面。主啊，是的，主，因为主啊，我们也深信，主啊，顺服后，主啊，我们就必蒙福。主啊，是的，主，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你必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与那些有信心蒙召的人相处，真不是一件易事。主，你
建造我们，开启我们，扩张我们，提升我们，在信心，在顺服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更多的扩张我们，好让我们与那些有信心蒙召的人一同同得产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主圣灵。